哈喽，大家好，我小林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千年之旅，废话不多说，开始游戏。说的上，宇宙都能开启，就是有千万里长剂量。投伞，翻转一下。这个，找青鸾画，招针哪的？声音，这外配音。其他的是兑换码的，战斗。好，我们的这条补偿，这是签到，召集星痕，都是一级。能不能提升一下呢？伤害碎片，升级。哟，它只有三星啊！这边他俩升了吧？突破就突破不了了，继续出击吧，那就。下一期居民区这里吗？一到四，看观察剧情。看我俩了，太 low。这上光是要收的，光剑还是要收是吗？这两位是这是要怎么样，别跑那么快，这是个难玩具吗？这么乱了，怎么了？这要是在任务执行过程中出现了纰漏，那不是很可怜吗？靠人的知觉知识是无法抵御混乱的，
魔女是神的尖兵，只要魔女还保护着秩序的灯火，世界就还拥有未来，懂了吗？是魔女守望着未来，身为人理所当然遵循真理，也就是真理唯一且绝对的目的带行者，只是撞我晕过去了一会儿就说不行什么的，简直是在讲笑话。那是当然，我可是备受期待，不是，是我朋友，就是我的事情了，你想怎么样？对了，我说你啊，直接叫名字这种事情至少要等到成为朋友以后再做吧，突然之间就多失礼啊，你看我干什么？喂，那什么，我们做朋友吗？你应该没有朋友吧？这我想起来，在开始做朋友之前你应该有话要对我说吧。虽然没错，才不是这个，你真是的，总喜欢说一些多余的，哼，看来你记性是真的差，给我想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终于能接着说了。哼，你先前拍了我的脸颊吧，啪的一下，请你道歉，还有我要感谢你当时让我马上能回过神来，还有你帮助我进行作战的事，还有我答应你的蛋糕，还有没了。道歉是道歉，谢谢是谢谢，正确和错误，功劳和过失不能相比，我必须对你表示感谢，你也得对我道歉，一件一件的事情都要按规矩解决，打了别人就要道歉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行的。啊，你喜欢什么蛋糕？我原谅你，好，这桩事就解决了，蛋糕可能还不够，你想要什么？要许愿吗？我存的心魂结晶还是够许一个简单的愿望的。好啦，快说你想要什么，我还要赶在门禁前回去呢。没问题，那就这么定，我明天来找你们。姐姐再见。哼，好，喽喽可以等。一个使徒走到了城里，还在街道上袭击魔女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啊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异变让他们都没有察觉？哼，辉煌迎来虚伪的拥护，黄昏见证真正的使徒。你好，拉亚希尔德卡尔佩恩。这句暗号，图拉汉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这里为什么会有游民？使徒都走到圣殿正下方了，在这里出现游民也不足为奇。说到底，你的敌人是谁？忘记你是怎么回到中庭的吗？哼，原来是你们。拉希尔大人，外面有谁闯进来了？我看得到。我们要你还人情。怎么还？这取决于我们接下来的合作状况。合作？不可能，我见过你们怎么行事，扭曲的混乱力量和发狂的疯人，你们别想我们也加入你们那场万劫不复的狂欢。有些事是过于欠考虑了，说是癫狂或许也没什么错，但这对你们也不是什么坏事吧？至少这种癫狂让我们绝无统治这里的可能，你们却拥有统治它的基础，国民议会的法理。而且不管怎么说，你看凭一己之力我们都没有胜算。行动才能证明一切，靠嘴说谁的苦。说要合作，那你们能提供什么证明？很好理解的要求。可真有趣。失敬失敬，我是想尽可能得体些温和些对话的，毕竟客人要迎合主人嘛。 Betray oneself。 哎，什么？那不可能。我搞不清，那我听你的，下指示吧。他做了什么？召唤出了星痕。这就是我们所提供的一个关键的线索，关乎你我存亡的致命选择点。请问你还满足吗？我们合作的目标是弄清篡夺者的现状，影像中的男人无疑是这片迷雾的中心，线索只可能在那里，找到他，接触他。不够，仅仅一个情报？别太贪婪了，拿成果来换，天真的小姐。而且得到了这种情报，你们当真坐得住？所以之后就请多多指教了。什么意思？这有恃无恐的态度，有内鬼，所以就像他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我面前一样，他也有办法窃取我们内部的情报，给他安排一个住处。哎呀，作为一个客人，一想到我会给主人增加这样的负担，我的心情就很沉重。不，我们是合作者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还是说你要拒绝我们的好意？那我就不推辞了。请跟我来。明天也还是黑夜呀，要想迎来破晓可得花些功夫。谢谢广大讲义小逆拍摄小逆，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收藏投币。